非常之兴奋，求神拜佛来了。好冷啊！今天我们主要是过来看那个舍利子，就是那个释迦摩尼，他身上一个手指的骨头。当释迦摩尼当时去世时候，他把身上的骶骨就分散到就是印度啊、中国一些寺庙啊，这个法门寺就他就有一根两根吧，释迦摩尼的手指。今天我们就过来看，因为他一周只是展现两天，就周六周日，所以我们今天抓住这个好机会，就是想过来看一下。我身后这个就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啥最难看的建筑，就是我们前面那一栋。对，为什么难看呢？因为确实难看，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多少钱？好几个功德箱，波波圣地。释迦牟尼在宣。这个塔应该是一个功德。舍利呢，就修行者修戒。功德啊！今天是很巧事情，今天是这个佛堂。舍利就是现世30周年，就是从被发现到现在已经30年了。今天就举行了一场大型的水陆法会，就今天而已。好，我们结束我们行程。我觉得法门寺还是一个比较值得去的地方，因为这边的就是说教导还是蛮好的。可是呢，我觉得是需要在这边待2.5小时就差不多了。